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中控台 CarPlay 行车记录仪，这个是 CarPlay 和摄像头分屏显示的效果。左边是 CarPlay 界面，右边是摄像头画面，显示前路，好的，显示后路，好的。Hey Siri。继续播放。这个是可以声控音乐的。然后这个里面是可以投屏手机端的高德和百度，还有那个音乐应用。然后这个主界面可以返回到本机的记录仪画面。本机的记录仪画面是可以全屏分屏显示的，非常清晰，分屏显示的效果。然后这个投屏位置是可以设置的，投屏位置可以设置成全屏，就是不显示摄像头画面，全部是 CarPlay 界面。这个是全屏的 CarPlay 效果，不显示摄像头画面的效果，屏幕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导航也是全屏显示的。